各位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和我来继续学习麦乐迪这个修音软件。这一期呢，是我们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期了啊。最后一期呢，嗯，其实也没什么可讲的，给大家一些忠告吧。啊，希望大家在用任何一个修音软件去修音的时候，要注意以上这么几点。第一，要根据不同的风格啊，它修整的准确度是不一样的。我们拿大部分流行歌曲来说啊，基本上都不需要修得那么准，包括音高。 和节奏啊，只要听上去没有问题就 OK 了。因为只要是人，他都不可能唱得非常的准。所以呢，很多朋友呢上来先全选，然后开始用自动修音啊，这个这个 pitch 把它放到最中间百分之百，然后这个也调到百分之百，然后呢量化这个节奏呢也是调到非常非常的准啊，非常非常准。这样子的话就特别的像机器人，甚至有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人声唱的时候，它的节奏啊。 包括呼吸，这个时候都算上节奏里面。通过这个软件修的时候，它会自动忽略掉呼吸啊，类似的这样子的这种声音的节奏，它会把你有音高的地方完全对准在你的这个节奏上面。而呼吸这个声音呢，它反而节奏有些问题啊，你就会听的啊，这个喘气啊，这个呼吸吸气啊，这种或者齿音这种节奏呢就乱了啊啊，这是一点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说，虽然我在讲麦乐大啊这个插件。 其实呢 m a d a a 呢，在我用的那么多的修音软件当中，我个人觉得啊，这让我个人的主观的感觉，它的修音感呢还是比较明显的。也就是说，呃，我们听一听这首歌有没有修，对吧？就是一听，哎，这个就好像修过了。你如果不需要修节奏啊方面的问题的话，我还是个人推荐用 Waves t u n 啊比较好。只要你调节得当，它的修音感的明显度啊，不会有 m a d a a 那么强。哎，这、就是一个。 嗯，还有呢，就是如何去熟练的啊，快速的去修音，这个没有比捷径啊，只有你不停的去用，操作快慢啊，就是你在不停的在使用这个软件当中积累而成的。最后呢，还是要感谢大家啊，对我出的这一套免费的 m i n d a 使用教程呢、啊，啊这种支持。呃，如果你觉得我出的教程不错的话，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这个频道，对吧？也可以给我多点点赞啊。以后呢，我会出更多啊高质量的免费的教程给大家，希望得到大家支持。 我们下个系列再见，拜拜。